我是广石小凤，今天呢不下雨了啊，然后带这个小熊来尝上我们青州这个，带你来吃这个猪脚粉，怎么样？要尝一下。对，来到青州了，这个猪脚粉啊，不能少，一定要尝，不尝的话白来了。尝一下。对，带他来尝上这个猪脚粉，来他多吃点啊。我要吃两三碗，最起码有好吃的话。啊，可以可以，吃两三碗可以。走，进里面那个店进去。带他来吃这个猪脚粉，真的来青州不能不吃这个猪脚粉啊，所以说今天带他来吃这个猪脚粉。哇，这条路好多车啊，密密麻麻的，走了走了。对，这个就是我们当地的这个猪脚粉，你来你来你来，你先吃你先吃。它刚刚出炉的，好大一块啊。这就是广西的猪脚粉啊。它刚刚端上来那刻我惊讶了。怎么？我们东莞的猪脚是切成片片很小的，它这个是整坨。对啊，整坨的啊。太夸张了，我的也来了，我的也来了。哎呀，这两块有哪？你尝上哪块？哪一块？你要哪一块？这个。啊？尝这个。你要这个是吧？我这个。那我就要这个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，那多吃一点啊，也不能天天吃大餐的，偶尔还是啊，好，谢谢谢谢，也不能天天吃大餐的，偶尔还是得要尝一下就是当地的小吃美食哦。嗯。啊。这个肉好大一块。这个肉好大一块，在我们那边啊，这个肉能做三四碗粉，你这里一碗粉就给这么大的肉了。这么大钱，那你们那边的？是啊，东莞的。啊？东莞的。东莞的。广东啊，广东的。系广东东莞的饼干。东莞的啲冇有啲自己咁大球噶。啊，系冇有。我知得你哋乜嘢？系。你看这个。东莞那边是大城市，跟我们这边没法比啊。多吃点。也不知道你是真的好吃还是假的好吃，感觉好像小熊，感觉好像没有吃大餐有劲哎，你。没有，这好吃。最好吃啊，那好吃就好，多吃点。我还以为你会嫌弃嘞。没有，不嫌弃。不嫌弃就好，多吃点啊。吃啊，小熊。不太想吃了。啊，不太想吃。为什么？这个粉不像我们东莞的河粉，感觉吃起来怪怪的，不好吃。那你刚才不是说好吃吗？刚刚老板娘在这里不好说。你明天带我再去吃大餐了，我不想吃这个汤粉了。明天呢？嗯。哦，明天带你吃大餐。嗯，我把这个吃完吧，不要浪费。啊，还可以啊，其实。可能吃惯了东莞吧。没事，慢慢来。到时候我看上哪天我带你去尝一下，就是哪天我带你去尝一下我们青州的，还有很多就是那种美食的。嗯，好。带你去尝一下，因为来都来了，肯定要尝一下啊。我看你这个肉都吃完，这个肉给你。哦，不要，够了，啊、够了。够了。嗯，够了。如果不够再点、嗯、肉可以点的。你尝尝这个玉苗酸，这个玉苗酸是我们这里当地的，尝过没有？慢慢吃，没事。等一下，想去哪里玩？去公园逛一下，这里有没有好看的公园？有，对面有一个。好不好吃啊，咋不？好吃啊，我很喜欢吃的，这个猪脚粉是我们当地的。看这么大一个，好大一个！你要不要尝一口？我吃完了，我都吃完肉了。我等一下把这个面再吃完吧，我够了，我饱了。你明天想吃大餐是吧？嗯，明天带我去吃大餐吗？啊？明天再带我去吃大餐。哦，好。你想吃什么？你告诉我。我不知道，你到时你安排就好了。可以，那先吃完这一顿吧。嗯，你先吃完这一顿吧。吃饱没有，小熟？吃饱了，那我先去买单，你在这坐一下。没有没有，我去。那你去了。啊，那你去买单吧。来这里怎么可能让他请呢？是不是？肯定是我来买单。多少钱，老板？啊？26啊？嗯。好，26块钱两个人，还是挺便宜的。
便宜啊，仲可以，唔系确得几便宜，确得几记得。你记得讲个口子几大？20加，阿姨。26，26，26，走了。多少钱？26块钱。我等一下把钱转给你啊。不用。太客气了，太热情了，好不好？不用不用。都搞得我不好意思了，真的太热情了。不用。嗯，成功了。今天这一段就是小凤请我了。没事，应该的。走了，我们去公园逛一下。哎，我刚才好像你吃那个面粉的时候，发现好像你有点嫌弃，好像是不是没吃到快餐的原因啊？没有，可能是习不习惯，因为他那里的粉是青州的特产的，我们东莞的话没吃过这种。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习不习惯？啊，那就好。今天呢，带他就是来青州吃这个猪脚粉的第一天，因为天天吃大餐肯定也不行啊，是不是？肯定要吃一点就是当地的，一些简单的，是不是？城市人也要尝试农村的生活，然后农村的美食。来到青州了，反正猪脚粉必不可少的。我看得出来他有点就是不太想吃，然后有点嫌弃的原因，可能就是说在我面前不好说吧。但没事了，哎呀，吃就吃了，26块钱也不算贵。现在呢已经吃饱喝足了，然后准备就是带他去附近的地方逛逛玩玩，因为这两天呢又是下雨天，湿哒哒的，没法去其他地方玩，所以说只能就是先逛下附近的。不说了不说了，他本来说他买单的啊。好了，啊，吃饱没有？吃饱了。吃饱了，快点去公园逛一下。哦，你如果没吃饱的话你要说，不要害羞哦。没有，真的吃饱了。哦，那就好。看得出来他好像有点不太那个，但也没办法，现在跟他去玩一下。哎呀，又要下雨了，这个天真的是天天下雨。